我这个难道是花王吗？第一年花瓣太少了，看不出来，应该是属于生骨，好像是，有点像至少。哎呀，这个也谢了，就是这样吧，谢得太快。哟，这个鲁贺红还行。宝大成真的是好紫啊，紫的不行，这个好紫，看到没有。哎呀，这个跟我们家外边的一样的吗？又一颗那个锦枝燕，疑似锦枝燕，但是标的可是花王啊，标的可是花王啊，乖乖的。哎呀，这个香芋，哦，我说我来试一下香芋的叶子，好不好吃？叶子没有了吗？有一个，都干巴了，哎呀，苦的。我找一个叶子来吃，香芋的叶子，的确是苦的。哎呀，这个长得好啊，这个长得好啊，把这个扔了，不要了。长得好，明天我来清理一下这个地方。哎呀，这个大花黄长得这么好啊，这个公家拉外边那个是一样的吗？哎，好像还不一样，这个还真的是可能是花王呢。这个花瓣好大呀，明年再看看，今年看不出来，这也是。哎呀，这个看着这么大呀，这个长这么大呀，长这么大呀，这个癫花长这么高了，长得好快哦，感觉。这癫花可以。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东西，哎呀，这些，好，看这儿，这个牡丹苗，哎呀，牡丹苗也长得好，牡丹苗又开始来拔那些草了，这牡丹苗还可以，长得好。到时候拔一下这苗，好，这两天不是很热，看看那些有没有把它牡丹苗挤到的地方，要给它拔了。对，这几个牡丹苗长得好，我把它挤住了。这还有一个，哎呀，这个是，三个，然后，你去看看，哇，这个。哇，这个这边的这个牡丹苗长得好多啊，有空再来把草拔一下，拔一下，千万别被那个给挤死了，太可惜了。好，哎呀，那这个伊藤，那个伊藤长得有点慢，这个伊藤，拔了边上，
了，也拔了，这个草太多了。对，对，你让它长。这又摘了一个哦，这是富贵田野嘉汉牡丹给我的一个，这是梅花，应该是，这是朱砂梅，朱砂梅我们家没地方摘了，长得挺好，本来是个盆景，我只怕摘在室外。这是应该是个，哎，这是个副瓣的吗？这是梅花还是铁杆海棠啊？长出来再说，我没问仔细。哦，这边这一个，哎，这韭菜长得好好哦，都没有时间来拔来吃啊。嗯。